筋、法藏、情欲、非我境界，要请佛广也，使其外目诸身。啊，这个意思好啊。啊，非我境界是把自己丢掉，靠我不行的，我做不到啊。啊，请佛广演。啊，演是演说，身心言教，这个演字有这个意思。啊，我完全要靠老师。啊，这是完全对外求助于这一些大圣大贤啊，君帝四舍，此乃法藏菩萨自开他力门也。此语道破净宗玄微，世称净宗为他力法门。净宗所以能三根普被一孙成伴，凡夫二乘列灯不退，戒障弥陀一乘愿海，六字红莲之力，此即障他力。我们为什么能信，就是根据这个。我们相信这些话，字字句句是真的，没有一个字是虚假的。啊，实在真相是这个样子的。啊，净宗，你看看三根破背，三根是上中下，上根是菩萨，中根是声闻，下根是六道凡夫。啊，只要你接受这个法门，一生就圆满了，成是成就，半半妥了。一生成办什么？成佛之道啊。一生就搞定了了，这还得了吗？啊，凡夫就是人天，二乘声闻缘觉，啊，通通都等不退转，就是三不退。三不退就是阿惟越致菩萨，阿惟越致菩萨就是法身大士。戒障完全要靠阿弥陀佛一乘愿海，一乘愿海就是四十八愿。我们依靠这个，我们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，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，一点都不怀疑。啊，我们真正相信靠阿弥陀佛靠得住，绝不会叫我们失望。那六字红名这个能量无与伦比啊，这个就是完全两丈他力，他是阿弥陀佛。啊，不靠自己，靠他力了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阿
弥陀佛。